八天又会去死，八八八八八天了哟！哎呀，啪啪啪！哎，好漂亮、哦，如烟火一般。哈，谢谢哦。啊！好谢谢哦。我们刚刚是冒出了满满的问号，你知道吗？如果它可以成型的话，有完没完？哈哈哈哈哈！八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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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我们还缺两个人，现在才二十二而已啊。缺不知道是缺跟谁。一月一度的 UHC 哦，今年居然过一半，好老的，好老哦。好，缺一个杰瑞，请客。得不得官缺氧？什么缺氧？不要养我啊！哎呀，自养啊！再讲，我们就很缺西瓜哦。再养啊！缺西瓜，有点凶啊。出题了，出题了，这个是威胁吗？我怎么听起来好笑？我安安，你所以这个是一直下雨的节奏吗 ？Yes。哦，好，了解。这样。Yes。真的假的？不怕死。梅雨季呀，梅雨季呀。别下雨。你不要这么迎合台湾的地形哦。不要下。嗯。不要这么迎合台湾的气候好不好？我昨天骑车回家，每天都淋雨回家。麦克，淋雨一直走，而且是方块雨，方块雨。好痛！听一下，联络得到吗？没有。你是说那个脸是那个篮球样的吗？对，口袋的有办法联络到脸的吗？那个安西教练可以联络得到吗？我没有他电话。我要问他啊！姐，问他有没有？姐，心姐哦，心姐哦，没有啊！我刚不小心听错，我以为巧克力讲说母亲节，对不起。可以啊。好，安安。不好说。哎，其实我有哎。那你就打过去啊，你就打电话啊。哎，等一下，其实我也有哎。其实我也有。哎呦！哎，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些所以有心机的人就只有哈姐。有男的，有男的。不是，我手机号码，手机号码。你说什么？西瓜。赖就好了。他是成西瓜。我们这些节目可以放到房间了。这小朋友，我来了。觉得又和大林哥来了，来了，他们来了，来了，爬什么戏？快点上我的呼唤哦！有，也是脑电波通讯。牙都不理我。哎，为什么听得到？为什么听得到？牙都不理我。咬死我！哇！感谢订阅，九个月，感谢。谁？哇！谁？谁？是谁？观众没，不然那谁？我能自己定自己吗？你说不定小，你可以开小号，然后再定自己啊。对啊，开小号你定。但我要被扣手续费，我要被退去吃掉大半，我才不要。反正都不吃。好了，要开始喽！杰瑞，赶快上路吧！好。大家好，我是吴秋风，欢迎来到十八届啦！十八届，耶！啪啪啪啪！那个，因为又有新人加入了，我们再讲一次书本哦。新人拿书，每次都要讲一次，正常啊。这次有那个嘛 ，Ubi 嘛。Ubi，Ubi，Ubi， 有 Ubi 一个人新人有没有 ？Ubi。比那个一队三个人啊，分八队啊，24个人分八队。好，然后地图大小500格，地图很小啊，所以上界常常被砍死啊。不要那么野蛮，那个太野蛮了，那个太野蛮了，不会野蛮人的战斗。
20分钟会提醒一次，所以你看到时间提醒的时候，你就知道外面应该是天亮了。好，然后没有地狱，没有药水，没有附魔金苹果，食物要自己烧，然后队友会撞你，然后不会伤害。好，有血量，按 tab 也看得到。好，然后80分钟之后才开始说20分钟而已，就是那个边界说20分钟。哎，等一下，边界是说20分钟还是说10分钟？我要不要改成十分钟？没有，好像没有十分钟。没有。说20分钟，边界说20分钟，然后80分钟之后就永昼。可是今天应该没什么差啦，今天就是梅雨季，好吗？还有，不是跟我讲永夜？是永昼。前面是那个20分钟不会显示 ID， 然后100分钟后会人就会发亮了。没有青怪吗？哦，青怪在另外一边。青怪在最后哈记补充包这里，补充包80分钟之后就青怪了，哈记包105分钟就到最后战场了，哈包，哈包，了解，哈包，都有好难听的哈包，简称哦，那讲记包好了，可以问两个问题，记包，什么？不要用电话下，嗯，还没听到他的声音。其实没有麦。新人可以问两个问题，新人有问题吗？喵。喵。麦是不是没弄啊？弄出来。那个上一届一直有人说被念说什么鱼骨啊，不能鱼骨啊。其实官方不会去纠正你能不能鱼骨啊。官方。对。都是自由新政，好不好？自由新政。自由新政。摸摸你的良心。尽量不要就好了，尽量不要。对，没错。有了。好，可以开始自我介绍了。第一个又是巧克白。耶耶，哈喽，大家好，我是巧克白，希望鬼鬼可以拿冠军。好，下一个。哈喽，大家好，我是允月。今天外面天气不好，不要在外面乱逛，很危险。是不是有比你的声音是不是太大了？有一点回音，回音，又比，又比，音，这是我适合唱歌哦。唱歌，好帅，好，大家好，我是瑶，我也希望鬼鬼可以拿冠军。谢大家。然后，我想要跟没有同队过的人同队看看。秋风吗？啊，对，哦，错了吧？那个，接下来那个，繁星，两个 ID 超像的。那我希望鬼鬼可以拿冠军。这是不是祝？这到底是祝福还是压力？我们都希望他拿冠军，可是每个人看到他都要打。哎，那个，大家对不起，我错了，上一届那个。是被指使的，所以说指使，你是杀人狂嘛？杀人狂嘛？野蛮人嘛？你是冠军哦！没有，我没有拿，我没有，我只是你有没有奖杯？你有没有奖杯？你是上一届的冠军哦！野蛮人，好了，不是我的错，不要弄。好了，下一个。嗨嗨，大家好，我是巧克力。今天只希望度过第一天。啊。那个，今天这次有特别规则啦，就是如果巧克力或春春没有活超过20分钟，就取消前20分钟 ID 隐藏的那个限制了。啊？如果这两个人前20分钟就死了。我们就把那个前20分钟隐藏 ID 取消，好不好？我就是你们俩一直都看到 ID， 他两个月都没有玩到，对吧？不是可以让他们复活吗？没有，下个月让你复活，下个月再复活。小雨，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希望不要大家不要雨天在外面不小心被怪物突袭就好了。啊！有人跑掉了。哎、欸，有人哦，他气到了啦。没有，不行，神奇，不小心按到，不小心按到。石井。嗨，我是石井，然后希望鬼鬼拿冠军，然后我可以跟你们同队，然后我也有冠军。
啾啾啾啾啾啾啾啊闹闹闹闹没声音闹没声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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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量哎、hello hello， 我是娜欧，希望这一场可以很精彩的快速结束掉，因为我好怕快速结束啊，谢谢。接得忙碌，曹哥曹哥，大家好，我是曹哥，我希望因为我也没有拿过冠军，所以我希望跟哥哥分同一队。到现在还没拿过。哇，可玩一个枪啊！哇哇！开玩笑。鬼。大家好，我是鬼鬼。这次希望跟没有冠军的人一起拿冠军。耶！我也蛮多的。耶！阿皮，阿皮。Hello， 大家好，我是兔子阿皮。不好意思，我刚才吃饭比较沉默一点。然后我希望今天可以活久一点，就这样。你上线了吗？你活久，想法。你上一届很久的，没有啊，上一届很快就死掉了。没有，上一届我死完之后他就死掉了，那我至少比你久了。雪兔，雪兔，哎，我是雪兔，我今天针对。本麦啊！他被针对了。我是谁？我不被针对啊！被针对。你刚才讲什么？刚只听到我今天针对，哪位针对？雪兔还在吗？喂喂喂！完了完了，被针对了！完了，被电脑针对了。还活着吗？你到底要针对什么？我太大声了，你先调一下，我们先让下一个米飞。Hello， 大家好，我是米飞，然后希望能够跟之前没有同队过的一起。学很会学、欸，哈哈哈哈哈哈！那个团，反怒熊猫，我是熊猫团团，今天只求自己不要八七就好了，感谢。很凶哎，很凶吧？又是太多了，凶吧？知足。Hello， 大家好，我是知足，下不要断口，还在鬼混耶耶，爆炸啦！混得好。又是一个野蛮人，很酥脆的野蛮人，酥脆，酥脆，小鸡哦，小鸡用炸的是不是？对，你自己看 ID。欸，他的收讯也不好欸，小鸡，喂，烟，欸，小鸡，被炸了，被炸了，被炸了，都被针对，小鸡，被炸了，被炸了，原来 ID 是盐酥鸡鸡哦。小鸡不在了，那個、先下一个啦，尊尊。哎、教诲大家好，我是尊尊，分十分钟就好。哈哈哈哈哈哈！十分钟吗？你两届玩加起来有玩超过十分钟吗？超过不到十五分钟。哇哇！这是也因为这届没有活二十分钟，就刚刚讲的，就下以后就看得到 ID 了，好不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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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没有。我是吴秋波那个。撒放你们！哇！下一个。哦，安，我是风破。那个，我希望我在当兵之前，这是我四个月之后才能再参加。我希望能够打一场没有遗憾的战斗。哇！加油！我们国家靠你了。谢谢海军陆战队的。已经签了好不好？海军陆战队的啦，不用再多说了。哦，天堂都等你。还好啦。哈记。Hello， 大家好，我是哈记，希望这场不会出现西瓜。快，指令王。我不要西瓜。杰瑞大牌哦，杰瑞超大牌。大家好，我是杰瑞，安西教练。刚睡醒。哈？刚睡醒，精神饱满，来参加这届 UHC。你充满气了是不是？对 对， 對，那个篮球充饱气了，充饱了，充饱了。泽平，嗨，大家好，我是泽平。然后
犹记得那年出车祸也是这种天气，希望今天不要再出车祸。啊？你也能打死我？到底？半死我！哈哈哈！尤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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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不好，声音不好，尤比，尤比，太没水准，很小声，很小声，有。哦、你是不是把音感跟音量调错了、啊？你有没有个中间值啊？没有，他走极端路线的，还是有点小声，有点小声哦。对，可以。那这样呢？啊、哦，有有可以可以可以吗？刚刚好哈，适中适中。哦，有回音，大家好，有回音，有回音。那你现在会关掉、啊？大家不要讲话，大家不要讲话。我家在山谷旁边呐、啊，树林只是个表面。树林这个表面是怎样？哦。有比介绍，所以有要自我介绍吗？Hello， 大家好，我是 Ubi。希望大家看到我的时候，可不可以无视，不要杀我？看看情况。什么看情况？好啦。没有，有时候身体会先有反应，而不是脑子先反应过来。什么？我身体反应？嗨，大家把仇恨值放在法师身上。嘿，我们俩都不是指使的吧？对啊，你们是布袋戏吗？我血兔，血兔，血兔，再来一次。嗯，有听到吗？有听到吗？有，你谁？导航，这是没被入侵的吼。你有被 UB 入侵了，回音很大。哇哇九级，瘦瘦瘦瘦瘦完金鸡。有感觉，有感觉。好猛啊！太厉害了。调音感，不要调音量。然后我们现在要开始随机分组了，大家保重。保重。最后那句话。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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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两个要死翘翘。不是我说的。哎，带开，各自带开。红队上。等一下，先设定赌博，等一下，等我一下。赌博，赌盘。怎么爱？对，赌盘，等我一下，赌盘，还有我。Hello。Hi，Hello。Yo。Hi。小黑手上还拿两根钓竿是谁啊？太正了。嗨，哎，上一次原本，上次原本那个在抽的时候，好像原本也是跟鬼鬼，然后后来就被换掉一次，对，后来就是有重分哦，有一次有重分，所以上一次对，对，鬼鬼我有祝福你，得冠军，这次一起得冠军，一起得冠军，啊，可以，当兵前一起得冠军，当兵前，对，哇，好，来。看一下地形，就是一般的地形。对啊，就地形，反正雨是不是不会停啊？设定成对，应该是就梅雨季地，梅雨季。哎，总有人哦。他要求重分吗？不会吧？应该是没有了。怎么了吗？没有，因为姚跟阿比好像一直在重分，一直都同队吗？对。可是这个还好吧？我也觉得还好。之前重分是三个人都同。一模一样，要三个队，要那种连续两队，两届都一样。对，这外国那个其实没有，这个就我觉得真的就是命，要不然的话秋风跟紫片之前也是很长就同一队啊，基于缘分吧。对啊，那个是缘分。你看被驳回了，还有很好两个字，很好啊。啊，有人跑掉，有人怒离，雪兔怒离。嗨啊，大家，那个不要，不可以那个，不可以雷别台的那个进来哦，不要，反正不要剧透就对了。嗯哼，哎，这一次我怎么没有看到甘蔗啊？不容易啊。说的也是，我完全没想过这问题。好多沙岸，可是怎么都没有看到甘蔗？那可能在远方了。我觉得
不一定欸，不一定会拿到的感觉。嗯，哎，看不到，看不到，我也看不到。对，来，有什么战术吗？还是就活下去就好？其实是没什么战术的感觉，感觉上真的没什么战术。而且你在雨天的情况下，你就算也没办法去捡骨啊。对，捡不到，捡不了骨。对对啊，你干脆在地底，然后直接挖一个大坑，然后直接远离它，让它自己自然生过来算了。哎、欸，话说这样，我们一开始砍树的时候是不是也很危险啊？哦，有道理。应该是就会生怪了、欸。一开始就有怪了吗？会这样子吗？因为下雨天，看一下我们现在多高，251，那底下不会超过128格就不会生怪啦。现在底下是没怪的。应该、啊，可是我们等一下下去之后，可是下去之后玩家24格内不会生怪啊。距离哦，距离感真的是个问题。对，就是、對所以就一开始的24格要不能绕太远。对，你没有先写好坐标了哦。哦，没有。490跟550，我挑了一个比较差不多。哦，上地表其实可以直接看到这个。好，490550，记着。嗯，而且中间其实都是水域哎、欸，整块都是水。好，大哥 ，OK。随时渴。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可因为说不定下雨的时候，我们周边其实就会开始生怪了，要小心点。对啊，哦，一开始不能绕太远、不能乱跑，巧克力不能乱跑啦。对，巧克力不要乱跑，不要乱跑会化掉。一开始就很难打到别人呢、欸，因为途中可能遇到怪。对，可能是在地底站吧，哦、啊，就跑掉。哦，为什么？这样的西瓜长出来会不甜呢、欸？一直下雨吗？下雨的话会对啊，就是比较不甜啊，水分太多了。水分太多，只是单纯的讨论西瓜而已，好吗？所以雨真的雨会停吗？不知道。就好像是不会，应该是故意用成不停的。可是这真的很台湾气候啊！啊，先蹲着吧，先蹲着看，预防万一。哎，好。哎。哦，开始了！我还以为是，我还以为没有雨了，吓我一跳。开始了，开始了。我们好像有点边的地方哦。在哪里？对啊，没有，一开始没关系，一开始没关系。哦，先下来。哦，防烧。好。我们附近有牛。我。我先打个橡木好了。好。先打木头，先打木头，然后小心附近的人。好，没问题。好啊，要打橡木哦。Hi、我目前旁边都是杉木啦，然后先做个武器出来，先做个工具台，我们先做武器。你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就遇到杉木。我们在杉木，杉木小姐。好，做个合成材儿。嗯，快下来了。你快下来了是什么意思？因为刚刚在树上，然后刚下来的时候又回溯回去了。来杯，所以我就。我身上我的合成台有了回溯不见了，是真的太容易回溯了、okay 啊、是因为树林的关系吗？你们先至少做下雨你们先做个那个什么东西出来就再说。我先做斧头，我负责砍树好了，暂时对。好然后我试着收集苹果。好我找一下。而且我们旁边还有牛。哎、欸，这边有鸡。对，我们直接稍微往下挖就可以，就可以打，就可以挖石头。反正只是挖石头，不是挖矿。我就不相信我这样子一往下挖就会挖到钻石之类的，那真的太扯。太外挂了吧？这个外挂过头了吧？对，打我都不相信。驴。小雨一直下。然后这个时候会后置了，你就会看到那个全部都是掉，嘿。哎，那我们有要找甘蔗，为什么要特意去找吗？还是就随缘？嗯，要不要逛一下？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有牛嘞。哦，那我就有皮革，你小心点哦。那个试试看好了。如果你要稍微小心点，你有可能跟别人打个照面。我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什么，好恐怖、哦！我在看，东张西望一下。嘟，目前还没。你有杀死的牛肉跟牛皮都没有拿走，我把你拿走了。嗯，我现在没有，目前没有人。哎，我们离边界好近呢、啊。这样子算好，是代表说别人应该不太容易跟我们黏着。哦、
我们都在边界了，边界的部分，除非他们有刻意过来，要不然的话应该不容易跟我们相见。嗯，哎、欸，我帮你们做了石稿，谢谢。放在后台 F 机。我稍微看它旁边的部分，旁边有花而已。好，我尽量收集原木。哎、欸，有韩国的韩文字，哎，韩国的朋友吗？안녕，안녕하세요。这边的边边好像是，这边算是露天的铁矿吗？嗯，这么好吗？露天铁矿，有露天铁矿，有露天铁矿，我、哦、也不算露天。哎、欸，我们赢一半喽，赢一半喽！快挖，快挖，快挖，快挖！我要小心一点，我很怕被什么东西攻击的。好，不要离太远。哎，我上了好多石稿，刚刚有人把石稿丢在河神台附旁边吗？对，我丢两只。好哦，那我去找一下，你在哪里呢？风破。我在等一下。好，对，我们汇合之后再给你好了，好不好？因为我们这边算洞窟哎、欸，我们这边其实算洞窟哎、欸。啊，洞窟哦。对，那还要探索吗？你可以先探索表面就好了。好哦。因为我现在没有火把，我不是我在挖另外它下面稍微下面一点的铁矿。好，看一下，以比较稳妥的方式去挖。嗯，挖我就跑。哎呀，一颗苹果都没有哎、欸。哦，一颗都没有。这是我们这一队人挖的吗？啊，这露天的铁矿指就是这个洞吗？这有个我也没有。疑似阶梯的东西。哎、欸，阶梯没有啊。对啊，欸、我跑回来，我跑回来。野生的哦。所以阶梯，哎、欸，那不是我挖的、欸，那是我挖的啦、哦，那是我挖的啦、哦，那是我为挖石头啊、哦哦，挖石头，我挖到了十个铁矿，哦，好多、哦，有啊，有苹果、啊，我现在就收到一颗啊，哇，好哦，那就是缺苹果了，我把树干都砍光光了，你要种树啊，你要把树种回来，好、哦，哇，团团、哦，哇，血图爆掉，哦，吓死人了，怕。团哦，团团只是，哎呦，凶哎、欸，团团凶哎、欸，不、哎哦，我们身上有多少食物？我现在有一个牛，一个鸡肉跟三个牛排，树继续长，树继续让它种，因为这样子才可以一直有资源。可是我们会再上来吗？我们要树苗带下去。目前的话嘛，我们先带几个泥土下去好了。对啊，我带泥土下去。看看我们先把一些，我们先做出一个熔炉，我们先弄出木炭好了。好啊，可以。我先弄个炉。你先把那个工作台，哎、欸、哎，有煤炭，有没有？好快，好快。可是还要做熔炉，还是要做熔炉？你先把工作台放这边。你做两个工作台，一个先烤牛肉好了。那个我们有石头啊，我先挖。对啊，先挖。我们有，我来做熔炉。好，你们有多少木头啊？我有45个原木。好，那够，那到时候再跟你拿，因为我现在身上其实很少。这边还有很多碳，挖一挖。OK， 我来。那目前我们这边除了我这边有一个苹果以外，你们还有苹果吗？没有啊，没有任何没有苹果。惨哦！哇，好惨！天哪！我们挖了好多树都没有。对，我刚也很我看，因为那个要等，那其实还是要需要一些时间去等的。对，我们家上去搜刮看看，可能还没掉完。嗯。煤炭很多，没有洞窟吼，那我们可以往下挖吧。我先下去看看哦，先挖出一条路。好、哦。嘿，哦，这边要小心一点啊！记得把你的亮度直接调亮啊。好哦。这边就，哎呦，又、哦、啊，被炸死了！哦、哇，岩浆，哇，怎样？哇，是可恶。其实苦力怕的双杀吗？不是，一个是被岩浆、啊，没有想说是被他炸飞啊，炸飞去岩浆。他们一大早就去探洞窟了吧？没有，探洞窟是没什么问题，问题是，对啊，岩浆，你怎么放？你怎么把熔炉放在那个我要走路的地方？我想说，嗯，哦，超快的，把肉拿来烧啊，烧啊烧啊烧啊！啊，你们要往哪边下去？哦，你往这边下去了，嗯。先来做个盾牌吧。好啊好啊。哦对哦。地铁。哦，我看到鸡了。哦，鸡要打一下。嗨。
我这边的队友是风破和鬼鬼哦。没错。哎，蓝队全灭，蓝队已经灭亡了。灭光了，这么快啊？哇，对，怎么那么快？哇，天哪！对，雪兔第一个死掉的时候。他们去主播室团圆了。好吧。好。那个五分钟。全灭。然后哎呀，我有挖到茄了，我也来。真的都没有苹果哎，糟糕。那个没有，那个就是要让它长，那个本来就是要长的，那本来就不能强求。随缘。随缘战法。随缘。就跟你那个弄枪的感觉是一样的。那个什么，那个射击的时候，随便啦，随便闪射一下，有没有中就青菜这样的感觉。好，先把盾牌弄好，然后再做个。我这边，我刚挖到铁了，我也有铁，我看一下，我有十个。哦、好，不错。再挖。对。好，明天念书的加油哈！明天考试的就对。哎、欸，鬼鬼，我先给你这个，给你身上了。好，什么东西？牛排。哦，好，行了。鸡肉，好 ，OK， 应该够。掉啊，一个。有吗？下面有。个。目前还没有遇到任何东西，没有洞窟。那就继续往下吧。目前这样。没问题，我来。那我就往另外一边方向走。好。那我把上面的东西带下去了吗？需要吗？也是可以啊。如果不会再上去的话，我觉得可以带。七分钟。要不然就是我们等一下挖到下面的时候先。如果真的挖到底那边没有的话，那就先那个吧，做挖出一个空的地方。空间当基地 ，OK， 可。挖到铁跟煤炭。这样我们还没有那个甘蔗哎。对啊，我们还是得上去。那要不要早？可是现在的话，你看这个时间点应该还好。你看时间点是还好，现在七分钟。七分钟，十分钟就晚上了。十分就开始晚上了，还是已经晚上？十分钟是已经开始晚上。不过不知道起始时间是多少了，我们毕竟有自戒。我们这边尽可能，因为要尽可能避免落单了。好，我现在落单，因为我现在大家都落单。不是，就是尽量，就是等一下的时候，尽量不要落单。好，我们这边很容易就落单，然后爆掉。我要下来了。好哦，我已经快挖到11了，还没有遇到任何的东西。就是除了矿物之外了，没有洞窟。熔炉放在哪里去了？往下了吗？熔炉，我带在身上。Okay、我带着。那你先放那边，我把东西带过去。那放哪边？现在没有地方放。那就先随便挖个地方，让它先挡着，就让它烧。对啊，都没东西。看一下，我这里也没有东西耶。看一下，连怪物声都没有听到哎。怪物，那就是变得说你要继续去往别的方向去挖，很容易这样子的。我在十一了，没有遇到任何东西。我们有需要往中心移动吗？还是稍微往你可能跑到旁边去，然后去再往其他地方去挖。任意挖嘛，好，没问题。这样的话，难道我们最后还是要跑回去一开始我发现那个洞窟吗？我发现金矿了！哦，这么快，好棒！金矿在看一下，两个。没有，还有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了。我听到岩浆声了。我听到开字幕呢。我听到淡淡的岩浆声。铁铁铁。好，不是开个字幕。哦，我听到蝙蝠的飞翔声，所以就有动了。蝙蝠起飞啦！很小。先有蝙蝠，再做个应该就有动了。那应该啦。也有可能是钻石解成就啊！找到钻石了，太快了吧！找到了，
我走。太好，哇，好险，赶快做，赶快做铁镐。好，我来秒做一个。秒做，爽啊！然后你可以先把钻石丢给别人，不用，先不要好了，太招摇不好。那个铁镐给你们好了。我有发现钻石哎，发生什么事？没关系啊，大家都拿一把，我也有一把。OK， 好，给你，给你，谢谢。大家都有铁还够，铁还够。三、四、五、六，挖到六颗。三、四、哇，六颗，五，夸张。六、七、八、九，你挖到九颗哦，哇！九颗，我这边六颗，你这边九颗，天哪！你那边弄一个就好了，你那边弄一个就好了。脏，你那边做一个钻石，剩我还没挖到钻石，对吧？那你要来一波吗？挖一下，这样马上来一波，我来看一下，方位，好方位，好这边，好方位是怎样？那铁十九个要先怎么做嘞？我们先。这边先开宽一点吧。钻石哦，我们有机会做出全套钻装吗？那你要看是谁要来负责冲啊？等一下，我们这边先扩大一点，我们先让他那个这边能种树啊。好 ，OK。避免其他问题，先种树。有铁啊！不要再往那边了。那我们也不能够一直这样子，这样的话会被人等人当成是鱼骨哦。我们这样挖其实不太不，我们要尽量去找，我们要尽量是可以的吧？我们要去找洞窟，因为我们现在这样子的话，就因为我们发现到底了之后，你先尽量啊，尽量还是在阶梯的时候就可以先找到洞窟就找到了。我们现在这样子是正好而已，先做。可是我们不是都没找到吗？对啊，我夸张，我记得是可以的啊。因为你在你想要在钻石城那边的话，其实就会被人家顾虑，认为是有这样子的问题了。嗯，今天还是小心点。我先做那个，我先做钻石剑了。好，还是巧哎、欸，我这边的都做，我这边都做钻石剑好了。然后鬼鬼那边的钻石，看你之后要怎么用。因为我这边的话可以做三把。哦，好，那如果附魔要预留两颗，五颗，哦，哎，对，五颗，没有啊，两颗啊。钻镐，然后钻镐再加上那个啊。对啊，钻镐要先算啊。对啊，好，我以为你已经先做钻镐。岩浆了。岩浆不一定哦。挖到岩浆湖。我已经丢给你了，丢在你身上了。哎，哦，你吸到了。嗯。我去看有没有在洞窟。有。小心啊，那个砾石可能在你头上。对，好恐怖。岩浆湖，看一下。先把一些东西先弄起来。看得到 ID 的都是队友，没错吧？目前。目前对，现在还没有二十分钟。对，好，可。哪里？先这样子，然后继续去上面看有没有其他洞穴。嗯，我刚的确是有听到岩浆声啊，岩浆声代表应该是有几率的、啊。嗯，我已经看到岩浆湖，可是小小的，没有东西。那个是很正常，有岩浆不一定会有，有岩浆真的是不一定啊，不一定会有。我要先四处跑去挖一挖，都没东西。没有，找不到你就只能够去旁边去找。再送。嗯。啊，这边这样子应该就不太可能了。我找到洞窟了，关起来。哦，关起来，先小心。我来了。我挖到铁了，等一下，我先把铁挖一挖，我再。对。那你先跑上去，你跑下，你在下面挖，很容易它就会掉下来爆掉。对，从它旁边捞一下。对对对，然后你看要不要捞桶岩浆，然后直接在里面直接照亮，这样最快了。好、哦欸。对啊，岩浆，我刚刚有找到岩浆湖，也超棒。找个铁桶。好。需要铁桶吗？你现在有铁吗？哎、欸，有。要有呀、啊。扫描一下。OK, OK。
哇，紫队的紫队的扣血量还蛮大的。紫队，哎、欸，真的耶！我来看看做什么好呢？好多铁，有13个铁。哦，我有再挖到7个铁，我有再挖到7个铁，因为我有把一部分拿去先自己做铁装了。哦，好好好，那我一做先做个铁装。小哥，你身上有食物吗？没有，谢谢，有了，有了，有了，好，哎，好诶。嗯，然后我身上这两个铁钉先给你。哦、我身上，哦，好，谢谢。我们先挖，哎，所以在前面哦。对，在前面，在那个方向。那我们现在这边先挖一个大的空间吧，我先种个树吧。好，吧。捞个岩浆。你先捞岩浆，我们先把这边扩大，可能要高度可能要六七个、啊。嗯。这样长的树才会嗯。又高又壮，哎，也是啦。啊，掉下来。啊，接下来先用石头挖就好了。这边先弄一弄。哦，铁矿，这样也可以挖到。这边要小心一点，我很怕从天而降。怕。哦，哇，紫队爆了一个。哇，他该不会忘记举盾了吧？好凶哦，这一次。该不会在野外吧？你不要求生，还是快白天了耶，20分，没有，应该现在快很多。20分其实就还啊，出去的话也是有一部分必要是要为了拿水，啊，还有甘蔗，还有甘蔗。好了，继续让它烧那个铁，好，烧铁，然后我再让下面去烧那6个金矿，好。有碳吗？我还有，我多放一些。哎呀，现在觉得工整，好。工整。对，觉得工整。工整新衣。嗯。变成了奇怪的对话。要上去吗？要做什么东上去之类的？等20分钟之后，那个拿两个做两个铁桶上去先捞两桶水，然后看，然后挖把树挖一挖，上面的树挖一挖，项目。但基本上该弄就弄到那边要哦，这边有插火把，那还好。看一下你们的装备，哦，那个风破快全身了。对啊，我插鞋子而已啊。好，给置。而且我们现在先离洞窟比较远一点的话，它那边后面才会再生个怪出来吧？猜测。好，这边上面的铁好像可以让我去做。好，先来做鞋子。我们现在比较缺苹果。就算真的没有附魔装也，就算真的没有附魔装也没有关系。可是至少装一般正常装备都要有，这是比较需要的。哦，好暗！好，是洞窟还是峡谷？我好担心哦。你就先隔你，因为你本身勾到的距离是可以比较长，你就先挖基本的距离，先挖那一格过去，挖完之后你再往下。我先看，对，我先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什么东西。嗯，好像没有哦。那你就小洞而已吗？哎，听到僵尸的声音了。那你先堵起来，怕有小僵尸， okay. 怕有小僵尸，先堵起来。堵好之后，然后再从高处直接用岩浆烧它。好，我现在上来看一下，好像蛮和平的，好像。嘿，嘿，啊，那是苦力怕，是苦力怕。小心小心。苦力怕。怎么办？那我要让他爆喽，大家可能先撤一下。对，大家先撤一下哦。我举个盾。要20分喽，20分的话，等一下就可以，然后就看谁要去那个。
去捞个水，然后挖个那个木头。哎呀，我已经发现水了。可是那只有一格吧？哦、你要先看。对。对啊，那一格的话，那其实还好。还有一只福利帕，我要引爆。现行现、嗯嗯。好，你让引爆，让引爆，小心点。对。好。20分钟。OK。石井只剩下一颗心。哦，我看到别的队友，不是，就是别的敌人。别的人。嘿、hey, ，对，在上面、哦、这么近最高高的地方。谁？你目前看得出人那个吗？人名吗？你看看不出来，看至少看一下能不能看出颜色。好，我看看啊，我看看啊，这有个僵尸、哦，我先打这个僵尸。僵尸的声音，猫叫声，有猫叫声，有猫，对的，野生的猫。哈。哎，好多僵尸哦！小心，先铺，先挡起来，先挡起来，然后看能不能用岩浆堵一下，堵一下。给我一个砖，我怕他们累个，一个走路累个。对，那个是最怕。OK OK， 给我一个砖吧，拜托。哇，上面好深啊！有枯工，有枯工哦。小心哦，你们要小心哦。嗯。好打的。听到枯工的声音了。阿雷阿雷，要去冒险吗？有吗？不要怕这种高高的会落下来 的。对，我举着盾、哦。上面还有一个洞，哦、看到有点。小心小心小心！你看到了？哦，来了来了。OK OK OK， 安全安全。这样子应该还可以。有苦力怕，有苦力怕，苦力怕引爆！小心小心小心！举盾举盾！哪里？举盾在你面前。有，还有一只，有，没事，啊、哦，好恐怖啊，怪超多，哎 ，OK， 好了，冒险冲，来，嘿，有蜘蛛之类的吗？然后没有，目前没有看到，最后一只苦力怕、啊、在鬼鬼后面，有，我先擦亮一下，我不知道你们金晶石，我不知道你们的方位在哪里、欸，好，那我下去带你，等我一下啊，苦力怕，我现在看到是有煤炭的地方。苦力怕了，鬼鬼来，小心哦！苦力怕了，鬼鬼来。对，苦力怕来了，鬼鬼小心哦。好。来，挖点金晶石再说。你们是从左边那个地方走的吗？安德这有黄金。我想办法要去找你。你现在在基地那边吗？对，原本这边。好，这边我看到你了，在这边。哎、欸，可是刚刚那边有路吗？有，就是在头上找到一个洞。我们有挡住啊，我们挡住了。你往前走就有了。哇，我们树好多哦！哦，是这个，好像很多怪耶那边。那先尽量先、嗯，你先把先把先让自己区啊，那我已经封住了，那是另外一区。我也发现枯工了，真麻烦。难得有黄金呢。好了，问大家一个神秘问题：我们有要转移阵地吗？还是暂时住这一下？因为我们树还种在这边。对啊，树还在那边，所以我想说先待着、嗯，先稍微待一下，我们先把树给弄起来。我们谁要先上去那个？先去拿，有水，然后拿个水啊什么的。我知道这边有水啦，我有看到这边的水。对，这边有一格水。可是这边有枯工哦，我刚好看到了。好，小心哦，等下各自小心。哇，好危险啊！哦，这里有一只苦力怕。哎，好多枯光哦，给我一个砖，拜托，我最喜欢砖了。OK， 一条路已经探到尽头了。好，然后我要先用非常谨慎的姿态去检查这。黄金。你们要继续探索那个洞吗？我在探索另外一边的洞。哎，我觉得我们是应该往下探索比较好啊，不然我们都没有挖到什么矿物。啊，对哦，这样子的话，我身上有熔炉，还好。我先去，矿物是还好。哇，目前我反而是去哦，我在旁边直接先挖个铁矿就好了，直接拔起。
情报大洞。啊，有看到一个岩浆湖。不错，洞好深哦。先把铁跟这个东西弄一弄。哇，哦，这边好多铁哦。有啊，对啊，有铁是好事啊。可是我哎、欸，我找到水壶了，我找到地下水壶。那我这边这个地方还需要逛吗？哎、欸啊，好像只有哎、欸，好像是一桶一桶水，所以两桶水嘛加起来。好好好，我再努力，我再努力。听到了，我听到那个声音，很不妙的声音。嗯，哇，他都挖到钻石，哎、欸，我们这队就我还没挖到耶。没怪。嗯。嗯，等一下就挖到啦。我们现在在30哎、欸，高度有点高。嗨。嗯，不过这边我找到好多铁哦。对啊，我也是在这边有发现很多铁，吓我一跳。野生的猫，大家不要紧张。那不是家猫吗？对，家猫。来跟我讲野生的，吓我一跳。那边要小心，因为我那边有听到哭公声，所以我不是很放心。好，那我先把这个铁挖一挖。真的有哭公声哎、欸！啊、哦，我好想过去看哦。我觉得我现在有个生怪砖，我好想要嘿。对啊。我们这边真的好好难的、哦，我还没有遇过生怪章，我都是死掉之后飞来飞去才看到的。我先把这桶水捞起来。好。OK， 那刚刚那只蜈蚣我打掉喽。好。哦，你打掉了。Hey. 你捞水了，那我把我这边的水也捞回去。好，那我先把这边先解除封印。那你先走回来，一开始这个东西走上来的路，然后把那个水先倒在这里。好，我先把这边的铁先挖一挖。好，我也是，我在挖这边的铁，超多，真的超多，真的。你要先把你的帽子做出来。好，而且等一下我们还要回去看一下，这样可是因为我们现在反而比较缺苹果，那边是底了是不是？对，是底了。好，那这边就不用管。那边反而是有红石，红石看看。嗯，哦，边还有。好，我这边看，不是铁挖完了，看一下哦。那我就先回基地那边去。哦，这里有一个，哎、我就在基地，是不是？我就在基地，我在我啦，我啦。哦，你好、啊，你好、啊。我们这边那个速度还没有长出来的感觉，嗯，有点可惜。哦，有很多骨粉，来，刚打了很多窟窿。这样的高度吗？好，试试看，试试看。一二三四，哎，会不会不够高啊？哎呦，吓我一跳！哦哟，哦，那我爆了，小克力，凶哦，杀人喽！就是这样的高度应该是够。你现在身上有几个骨粉？对啊，我现在身上有两个骨头，有六个骨粉。你敢全做一座一座？试试看，先。我觉得不高，哎、欸，高度不够吧？高度不够吗？因为它只要有六或七，应该就够了。对啊，这边有六吗？看起来好像没有啊。一二三四，没有啊。这边这个，对，还要吗？还要，这边要打掉这个。好，无限水做好了。哎呀，发现铁了。好，我头上都是铁，满满的铁，不错啊。这边也是，可是对啊，比较可惜，至少而且我们还可以做铁门。我现在大家知道那个铁门可以，没有，那铁门主要的用处比较偏那个啦，防御用。好的，这样子应该够他去试验看看了吧？等一下，可来试试看，加油。对了，我刚刚打到弓哦。你要打到弓哦！对，我打到弓，因为我身上有三根羽毛，我有三根羽毛。好，我有三根。哇，太爽了！18根箭哦。没有，你先主要先让一颗看那一颗可不可以先长出来，先让那一颗试试看。我先把这里打掉。OK， 来 ，try， 一二，这里 ，OK， 结果。可是这个地方是我们走路的地方。行，对，我先把它弄出来，都再把它撒回去。弄这个可以吗？对，就这个。
好，来哦，六个机会，二三四，换人，等一下，换人，不是我用就有用啊，不是我用就有用啊，我还是哎，哇，现在上去也来不及去那个拿啊，来不及去砍那边，要再等一下了，对。没关系，等一下下一次的话就是直接就40分钟，然后就直接去找啊，反正现在有无限水源。好哦，我来看一下哈，我换个。不来了。你们的铁工具还 OK 吗？还有吗？有啊，够啊，够啊。有。都好 ，OK。我是比较担心那个我们在往上爬的时候那些没有插火把的洞窟。看起来就是说从天而降的感觉。我现在看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它会从天而降的感觉啊。我们的那个树的基地从哪边走的？你没有看到我？你没有看到 ID？ 有。那你跑到我这边来？有。我要先把这边先封，我要先把头上那边封印。我知道那边有，我知道那边有那个有金矿啊，然后之后往下走。你不知道？之前我已经这边上面洞窟左右我都探过了。没有，你不是要回基地吗？我跟你们说，只剩我们这一队，只剩我们这一队满血。哇哦！哎，真的耶！鬼来哦！来哦！来哦！很有希望哦！要来了！要来了！来哦！扛几路走？我要上去。欸、可变成说我们要先去努力去找金矿啊，对啊，要找苹果跟金矿。找苹果，不然就是另外一种入手方式，是把大家杀爆。哦，哦，巧克力都是这样拿，拿金矿的，血量不多，可以哦。没有，来哦。我们俩白天要一起出去吗？好，挖树挖苹果，然后顺便看没有人。我们现在还有其他的没有矿，没有洞窟的可以逛了，对不对？差不多就这样了吧。有一个是往上的，可是我不保证它的安全。那个上面，然后我现在那边拿到两个金矿啊，下面烧的那个应该这样子就可以先做第一颗了。听到窟窿的声音了。对啊，就是那边有窟窿，所以我才用那么保守。我去下面回去回收那个金矿，我看能不能先做。金矿，我这边还有五个啊。哦，你还有五个？没有啊，就至少我们可以先做第一个那个金苹果。你之前不是有挖到几颗吗？对啊，对啊，哎，这边的金地是谁收走了？啊，狐狸爬来了，赶快取得举盾！护盾，护盾，好，好凶，好凶啊！要爆了，要爆了，离你很远，爆了。好，好多酷工，好多酷工，他们在互射，我负责看戏。还有三只哎，等捡骨，捡骨喽！哇哇哇！爆炸声音之响，大家好凶，大家都好凶。嘿 ，OK， 遇到黄金了。黄金与我。嘿，好，没有，哎呦，我只是要有一个砖而已，很过分吗？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哦，我要先做点砾石，那个碎石出来，这样的话至少我们还有打火机可以烧别人。说也是哎，只是这个只是比较少人用，不代表没有人用过。有啊，蛮实用的啊。对啊，蛮实用的。刚才风破说有库工这边，我探完了死路。哦，死路吗？好吧。哇，这样的话我们基本上那边真的什么就什么都没有了哎。好，那我们可以继续挖了，对不对？你从洞窟那个地方挖，你从洞窟那个地方继续往旁边探，说不定会再遇到别的。洞窟那边是哪边？就随便探一下。哦，好哦，先做个盾防身好了，我的盾已经快坏了。哇，挡那么多，挡太多了，连炸。对。哇，反。好，先做了12根箭矢出来。好，然后蹲表示欣慰。箭矢。弓在小黑板身上，对不对？对。利剑。先不要立即用啊。羽毛。好，不会不会。啊，你们比较会瞄准的话，那你就，这样的话啊，那我把那边东西收回来嘛，我怕金矿被人抢走。
哦，金矿我刚琴拿在身上了。哦哦，对 对, 對，六个那个是我刚我原本弄的。嗯嗯，我这边有五个。好，烧都烧。好了，我先把、啊、你要先，你要不要先做金啊？那边的枯工怎么回事？那边枯工已经死光了吗？对，死光了。有骨粉吗？我看一下。哦，又是苦力哦，哦不对，那是枯工，枯工，枯工，吓死了！紫堆是不是剩一个？对，剩敏飞。哇，爆爆炸！只要继续下去，对，要持续下去。对，鬼鬼要实现愿望了，真的哦，可以哦，这次终于要来了，耶，要来了，要来了。可是我没有地方可以探嘞，我们有个地方是。这个地方你没有往上看哦，那边有看过。对，球对。那就是我们准备往上了、啊。往上。有个人落单，有个人落单，我们要先拉拢他。这么快吗？在我们前面吗？他、哦、哪里啊？米菲啊，米菲啊，哦、那个紫色的。对对对对，哎，岩浆湖，你可以先用水把它弄下去，我们去看看呢、啊。岩浆湖，有谁发现岩浆湖？这边有岩浆湖啊，很多哎、欸。对，我还熬个岩浆哦。我这边我直接往下好了。啊，我知道这个地方直接用砾石比较保险，直接用砾石下去最快了。岩浆湖。哎呦，弄错。哎呦，小心啊，小心啊。哦，旁边有青金石，这个要挖一下。哎，这样我没有生存的方向了，怎么办？我现在要干嘛？跟我来，跟我来。我可以出，好好好，我本来要继续挖钻石，是也可以啦，只是这边是那个，这边是那个熔岩湖，应该有大几率，而且这个还蛮大，看到我了吗？没有啦，我找一下你哈，我看一下、喔，我就在你们上面，我在你们上面，哦，你在上面，把这边的那个历史那个挖走，我想到了，你跳一下，跳。我就在你们那个无限水源那边啊，是你吗？是我，是我，不是你。我就在你们无限水源那边啊。哦，在后面，在后面。哦，好，先回头，先回头。哦，差点跌倒，好险。哦，看到了。那个，我把那个金锭跟苹果丢过来，你们可以先做第一颗。我们三个都满血。哎，鬼鬼留着，不行，黄金只有七个，先留着。黄金只有七个。啊，你不刚不是说五个？差一个，我还有六个。对啊，我刚想说不是有吗？怎么？上。我刚说完之后不一样了。那少一颗，少好多颗。有一颗，第一颗。哇，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也不是很纯粹的。全部倒掉吗？等一下，先留几桶岩浆，我们要先。好，那我先丢垃圾。对啊，你可以先丢垃圾。啊，在那边直接做个那个无限水源的那个放置地方就好了。啊，这样子有点可惜。我本以为在这边有几率发现钻石，很可惜，因为岩浆湖的几率已经很大了。哦，那要往上走了吗？往上继续砍人吗？差不多了。往上去砍这啦，找苹果啦什么的，上去砍人，顺便砍人。大家都残血了。该换我们凶了吧？对啊，而且我们装备还不错，钻剑直接吓他们。来啊来啊！哎、欸，你们，你已经准备好那个了吗？那个岩浆桶了。我有两桶。我没有，没关系，我有水桶。这水桶会不会不够力啊？哎呦呦！啊，顿顿还是爆了。哇，怪物 MVP 哎、欸，超猛哎、欸！没办法，这个地方本来就是这样，而且。我们这边又不是大部分人都玩专门玩 PVP，、啊、在扣血，谁？那个小鸡刚烧到了，真的要变盐酥鸡了。哇！说不定下面有钻石，岩浆湖下面不一定会有钻石，它只是因为岩浆湖跟钻石的出生点是重叠而已，就是同一个位面而已。我不敢保证那个地方。现在10:38了，我们该上去吗？趁白天吗？啊对哦，哎，现在还没有白天，其实现在还没有算白天。对，你等，还没你等是，我们还要往上挖的时间啊。嗯，我们还要先走上去。一开始那条路还可以吗？我们回得去吗？可以啊，我记得，我们到我们才没有走那种很奇怪的路嘞。
搞得好像我搞得好像那个我们走奇葩路线之类的。这有32个炼丹铁锭，好多啊！铁锭。可是、那我们先上去去找那个。我有32个。好。那先上去去弄苹果吧，然后之后一路去找那个。哎、你们这下面还有一些残存的铁锭没有收啊？刚烧剩两颗。这是一种炫耀。哎呀，我们铁太多了。对，放铁锭炫耀。好了，那就可以上去准备去那个。就是先找苹果，按你铁定又有一个没有找，好了上去刚烧的，然后去四处逛逛逛一逛，然后之后小心，哎、巧克力板你身上有箭矢哦，到时候你附有箭矢，我有29哎呦哎呦，哇哦，苦力怕，哇剩这只直接离开游戏，直接离开，被炸离开了，超快，小雨被炸断线，小宇宙。好喽，挖开喽。好，39分，可以了吧？39分，你先开一个，你在远方开一个洞，先看一下。已开，但是它现在是那个哦，现在是白，应该是晚上。你要小心哦，因为我们可是在下雨，我先举盾出来。对对对，先好，跟在你后面。好，非常和平。和平哦 ，OK。对，和平，除了羊，什么都没有。我看到一只羊，很多羊。对，各种羊。嗯、先那个，先挖个那个苹果吗？对、我先挖苹果、哎、有苦力怕哦，这边有苦力怕哦，这里有僵尸，对，爆了要爆了，没事哈，没事，好，我们这边先有怪，有一定会有怪，因为这边要先看一下，嗯，我们先稍微聚起来，然后是那个要眼观八方了，好哦，你们在哪里？我觉得落单，我看到你们了，我们在山坡上。还好，没很多怪，附近的都没了。可能是因为这边没有人过来吧。哦，我们好边缘哦，根本没有人想要找我们。哇，这棵是很麻烦的那种树哦，要这棵要砍好久，不想砍。这棵是属于那种砍很久的，不想砍啊！天哪、啊，坦坦已死对不对？我记得，哎、没有，没有坦坦没有死哎。反怒血颇少。反怒的熊猫。嗯，等下不管有什么装备或什么的，我都全部丢到鬼鬼身上。哈哈，等下我死掉就惨了。猫咪生气。一个剪。哇哦！怎么了？骷髅吗？捡到一个苹果了。好。赞哦。那我们现在这样子的情况应该是还好啦。我们只要不叠岩浆。你知道我现在最懊恼就是这一棵树、这棵树太大了。哪里？小心小心！大家请注意！好，我没看到哎、欸。嘿，爆了！哦，没有，很远很远。哇，那我也离开游戏了。嗯，我现在有一棵树在躲雨。那就先不要理它。太多。可是，如果我们只是单纯赶路的话，那我们其实可以在地表的那个。就是那种地皮下面直接挖过去就好了，对，这样可以。只为了赶路，而且你这种情况下，你还……我看到苹果，对，有一颗，现在上又有一颗。我们要试着找甘蔗吗？我沿着水源走走看，我试着走看看好不好？好好好好好好，小心小心，好。甘蔗会在哪里呢？你可以问问看甘蔗啊。啊，这边找到好多鸡哦。哦，好多鸡，好鸡，箭矢又更多了。可是那也要我们每个人都。都有啊、我看到苹果了、好，我身上有一颗，我现在身上有两颗苹果，那我们就缺黄金了。对啊，你们现在这样子要、你们现在还在附近吗？还是我沿着水乱走？没关系，你们可以先，我等一下再跟你们汇合。但这样就落单了、对，可以，我现在就是落单，所以才安全，因为方圆内一个人都没有。
看一下哦。没有哎，视线范围内没有任何的干涉。嗯，我这边也是，可能被取光了。至少跟玩家。我吓我跳，我想说有个人在跑回来，而且超快速，那是谁？惊恐！回来的。那树也砍了、啊、差不多。对啊，这样子，我们这样至少一人有一颗是，一人有一个苹果，这样是可以的。嗯，然后等下就黄金再补充一下就够了。对。啊，巧克板你就哎。欸所以我先跟着鬼鬼走吗？还是？对，你先跟鬼鬼好了，我先尽量找甘蔗，我最后再跟你们坐标汇合就好。哦，好啊。嘿，你是想说附近找找？啊，我看到野生的玩家。哦，哇，野生玩家，小心小心，揍他，揍他。哎、欸，话说现在下雨，岩浆还是会燃烧吗？什么意思？什么叫会啊会啊？那只是雨，它不是水啊。因为燃烧剑不是不会燃烧吗？哦哦，燃烧剑的话，就变成说你身上燃烧状态会瞬间被浇熄，就用处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哦、除非说你有哎、欸，我们、欸、这边有水，我们走到海水边呢。对啊，看一下。哎、欸、哎、欸，这么大片 ？Peace 吗 ？Peace 吗？来，要 Peace 吗？我来看看你。哇，我开船呢、欸。嗯丢的超快，小心小心小心！我看他要不要跟我 peace， 好像都没有哎、欸。那继续走走边一点，再继续往对往那边走，看一下边边。落单的人，我猜是米菲，他只有他落单吗？我看一下，对，这边有一个，嗯，有一个什么？嗯，手机，手机啊，真的都没有哎、欸，怎么可能？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找吧，我觉得。哇！怎么办？要过去吗？稍微渡个河过去看。他消失了，米菲消失了。哎呦！我先跟你们汇合好了，我这边没有任何的甘蔗。好。你这边也没有。哇，好多鸡哦！天哪！哇哦！揍他！揍他！我用钻石剑敲他一下，竟然没有死。嗯，这边已经可以看到中心点，还是都没有哎、欸，还是被采集光了。总觉得是被采、哦。观众说那个是窑，不是说不要剧透吗？我先跟你们汇合好了，我先走回一开始那边。嗯，然后你那边吗？啊，你到那边之后，你可能要往右边走。还是我们直接给你坐标好了。好。哎、欸，看一下哦，四八零。四八零 ，OK。七一一。七一一，好，没问题。好，那我们在旁边继续敲敲树。敲树。好。先往前看一点，这边可以看到中心点。也有可能是有人已经全部挤我们。你觉得我们这次要堵上面还是要堵下面？你说要跑到上面？对对对，我们到时候我们要在上面待着，还是在下面待着？我觉得以我们的装备，上面会不会比较危险？那要看他们是不是有岩浆什么，或者是钓竿。如果我们很早就那个上去的话，那应该就还好。不过我没有弓箭。对，你们工作，你要看它的耐久度哦。哎，古文去哪里了？找不到你。有水，在附近前面一点点而已。对，弓的耐久度很低哦，非常的低。对啊，很低哦。嗯，谨慎使用喽。四八零。我这边看到狼哎、欸。狼哦。骨头吗？你还有骨头吗？没有啊，我嗯。有狼。等等，四八零七一一。是的，在地底吗？六四六四平面地表。哇，在那个地方啊！好，我来了。OK， 真的都没有甘蔗哎，夸张。有可能是已经遭、哦、被人家抢先了。哦，你们这一区我刚才好 OK OK 看到你了。哦、这一区我刚才搜索过了。来了来了。
好，我明天考试加油，拜拜，加油加油。两分球，两分球。这边有人走下去耶，这边有人挖挖坑的地方。嗯，哦。你看到没有？那边有一个很明显的挖，有一个洞。嗯、啊，是阶梯状。老实说，这个地方我真的觉得是应该被人家抢光光了。那怎么办呢？快要晚上了。附近看有没有洞窟？还是要沿人家挖的那个洞？好，要这么刺激吗？是我，哎，比较快。OK。等一下，你们不，我前面我要不要再往前看一下，看有没有甘蔗？真的没有的话，啊、那就直接。好啊。有啊。我们在沿边缘看。右前方我已经看过了。我只有看到更多的鸡。对啊。你都没有甘蔗啊。整片都没有。对。而且还真。看样子是没有。鸡太多啦。真的是很多鸡耶！天哪！好，我们现在有什么策略吗？再下去吗？要晚上了耶。好吧，那就准备，那就准备去，那就到那边，然后就准备砍人吧。这边。等等，我刚刚有说有看到一个人家挖的洞。啊，真的有狼。喂，你们食物够吗？够、嗯，而且也。欸，其实没有洞欸，我不够。没有吧？那不是洞吗？那我们就直接从那边走下去。那我们直接走那边下去好了。我们还是走那岛。我们还是要往下挖。好，那我先偷杀羊。我食物不太够。好，我食物也要烧一下了。怎么？你没火把吗？有啊。有点可惜，我们没有那个找蜘蛛啊什么的。有蜘蛛的话就可以钓鱼。对呀、啊，你到时候把火把打掉，然后直接好打掉了，好打掉，然后把那边用粘土、用泥土封起来。好的，好了。哦，我听到僵尸的声音。哦，哎，这边有铁矿。我听到有听到了声音。僵尸有腐肉的声音。现在先看一下目前的情况。铁矿。目前的话，巧克力他们那一队的威胁还是比较大。接下来的话会是。巧克力哦，对耶。接下来反而是，咬他们的血量会比较充足。现在已经51，听到好大声。对啊，不知道是往下还是往上，在右手边。不如我往下，你往上。然后转向吗？我就好，我往下。小哇，被吓我一跳。好了，你要的炸鸡上桌。岩浆鸡。看到铁还要挖吗？先挖。好。东西多到铁捡不起来。哇，那个声音好大声，真的很大声。哦，这边还有七块肉要烧，对啊，我这边都是鸡肉。哎，不然就是我们就放弃那个啊，我们直接用最低等附魔，就不要干涉了。最低等附魔。对。可是我们要做书啊。哦、对，我们还是要书。对，就一定要一个。啊、我挖到洞了，我挖到了。哎。哦，好。来探。啊，就在我这了。对，所以巧克白是在前面。看一下哦。他在我们头上，他在我们头上，在头上。哎，没有，真的吗？我在你们头上。对啊。哦，对。哦，对，有，我们来了。好 ，OK。浇个岩浆烧他们。我没有岩浆。好大声。来，交给你们了。好，等我。那让鬼鬼在前面。经过。对 ，OK。烧他们，然后烧完之后，先烧他们。超多，好，然后收起来，把岩浆收起来。收起来之前，让我丢个垃圾，我看一下有没有垃圾可以丢。等一下再丢嘛、不要推到我。有水壶，有水，前面有一片水。你把这边挖大一点嘛。回收个泥土。好，接下来就是主要找金矿。
水水水，什么都没有哎、欸，又是空空的。一块水，那就先挖点煤炭吧，来烧点东西。不行啊，那就继续从这个地方直接往下挖。好。啊，食物食物，赶快来烧。团团也单机，然后米菲也单机。哇。对。烦怒熊猫。烧烧烧。肌肉。哎呀，我又挖到一个羽毛、没有。哎、欸，没有。羽毛给你。哎、欸，谢谢。可是那个弓其实耐久没有很高哎、欸。没那么多箭、哦。尽可能目前有得用就还是先防着啦。可以盖无砖塔吗？什么叫无砖塔？啊，盖很久。对，盖一个暗室让它升怪。我看一下。对啊对啊，暗、啊，你可以啊，可以这样子啊。可是那个要离我们有一段距离呢。对。你要离十，那我就往下咯。离十，要不然有个人就离那个就，要不然就特别特别挖一个，然后就很远，就是铁矿。嗯，铁矿多到不知道要做什么了。铁针，可是我们也铁针砸人，不行啊，砸不了吧？太难了吧？你是可以做铁门，同样的概念。挖到黄金了，爽啊！太好了，长河白终于有点贡献了，交给你们。太好了，太好了。哎，看一下。然后我要先把铁矿拿去烧，然后我要先拿一点铁。哦，不对，我身上就有铁矿，拿一点来做个铁镐。我的队友是风破和鬼鬼哦，两位健在，然后两个都满血。健在的感觉很好笑。为什么你要丢给我那个阴龙晚在？你为什么要给我羊肉？看有没有要吃啊？因为我拿了鸡肉了。哦哦哦！总之就先四处挖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哦，看到巧克白的黄金了。嘿，好了，我挖到十一了，没东西，就往中心点挖挖看。那你就先挖一条。我看到对方的 ID 了。哦。Shift Shift， 大家 Shift Shift， 好。看到了，在我这里就可以看到。哦，点黄金。哎、欸，右下的是风波吗？对啊，哎、欸，不对啊，那个不是我啊，我现在蹲着。风波在上面吗？我现在在你们烧东西的地方。我现在在下面、欸、哦，所以我看到右下角那个是别人。可能是我，因为我现在在跟他们都在十一房里面。哦，是瑶，我看到瑶了。我看到瑶了。其实观众的说法是，哦哦，在隔壁耶，在隔壁。对，我看到了。他蹲了，他蹲了。我看一下，摇。哦，是摇。好，我来、啊。他们有几个？一个吗？一个，可是三个都在。摇、欸、刚跑过来看。三个都在。好。来啊！挖通，来啊！挖通，来啊！来啊！你们要过去了是不是？啊、你们要过去了是不是？等一下，等我。他们现在蹲，哎、欸，在前面，在前面左边，左前方。来，看到了，看到了。我在后面，我在后面。好，有岩浆桶或什么要战斗的准备着。有。谁？哎、欸，新苹果是谁拿着？小心点。什么东西？我们现在不是有人有拿着金苹果吗？金苹果，好，等一下，如果你真的受伤，你就先啃。人在哪里、啊？好，卡住了。然后水。他们在哪里种树、哦？那是他们的基地哦。有，我看一下哦，他们三个啊，血量蛮多的哦，血量是蛮多的，对，硬仗哦。你要看，因为咬的攻击力没有很高，顶多是蜘蛛。如果是平常我会冲，可是我们这一队有一个鬼鬼，来吧，进入抉择，我们要不要让？对，你要想说看打完之后会不会有。不行，这样子我们现在三打三，如果我们输了，我们一定会被反杀、嗯，我们绝对会被反杀。不行，这样子站的话，等一下到时候又那个巧克力他们会那个获利，好算了。挣钱吧，好，先你们三个人，他们过来了，是不是？有吗？哎、欸，前面是有路通吗？你这边路是通的吗？是通的，过去可以直接看到他们哦。不然就是放个岩浆，然后我看到我用弓箭射他们。你放岩浆放第二个，我用弓箭射会变火箭。我知道啊。好。不过，哎、欸，我先看一下哦。等一下，我先看一下。他们那边还长出树来了，真不科学。
啊，我先放岩浆了，我放远一点。我先看一下。这样子。哦，放了。他们要退了。他等一下会烧到我啊！我忘记了。对啊。挡了。要不要挖开一点？不行、啊，那个要那个应该要近一点，那要近一点。对，要近一点。他们应该我的弓的耐久剩51。51？那还有51发那够啊？51发很久哎、欸，你那个是红色，你那是橙红色状态吗？就是快见底了。对，是红色状态。51还一发才耗一而已，可以吧？对啊。等一下。怎么样？我们要冲吗？在思考。他们在蹲，他们也在蹲。对。对。你在想。不过他们其实就在正前方。巧克力直接吃到回满呢、欸！天哪、啊！哎，你们慢慢思考，我先把这里的矿挖一挖。嗯。豆叶痛。我先烧。烧。感觉会有陷阱哦，也是有可能。还是先放着他们，因为我们也不一定。这样子的话，看起来他们应该……我是觉得，如果我们这样现在打起来的话，巧克力是回满血，是不是？对，他回满了。嗯，那还是先不要好了。我们感觉不优，我们先忙自己的。嗯，那我们就继续挖黄金。好。嗯，爬上去好花时间。哎，观众说，如果我们往上挖呢，就是我们在他们头顶上。哦，你说从上面倒岩浆吗？他们对对对。如何？你们想试试这样子好，也是可以啊。就是变成说你要挖很上去。我们要往上绕啊。对，我们先决定要不要打。要吗？如果他们上面他们还是跑掉的话，就先不要打了。嗯。他们现在是全员 shift 吗？全部没有看到任何人。嗯。我现在这边继续自己往下挖，因为我也不晓得我自己会挖什么鬼。好，哦，这铁镐爆了，你就拿第二把铁镐，那就拿第二支铁镐啊。我要重做一个，我看一下哦，那我先挖。他会不会已经不在这了、啊？不，两根，可他们基地应该是不会轻易放弃吧。欸，看起来他们的那个身上应该是也没附魔。嗯，感觉上是很像没附魔。这里够高吗？我怕被挖脚底下。那你至少挖四个高。哦，我再往上挖一个。四个高，往上好。距离包是不是差不多了？嗯，可以。我觉得距离看起来差不多了，他们在哪里啊？赶快，不要再按序没了。哈哈哈，这也太强迫了吧！强人所难，你们打架战斗啊！哎，我们都不见了，他们去哪里了？我决定直接走过去找他们。先至少看一下他们人在哪里，确认一下方位。你小心一点，因为说明他们也有弓箭之类的。好了，你先你要记得看地板之类的。还在吗？他们把路堵起来了。啊，挡住了。对，他们把路堵起来了。嗯哼。啊，不然。玩盾牌是你吗？不然这样子好，我们先跟瑶。哎，黑曜石，怎么了？那应该是岩浆吧？哦，是岩浆吗？哎，黑曜石区是风波挖的吗？什么黑曜石区是我没有挖啊？哎，那我们后面这边有一片，应该可能是他们盗的吧？还是又是另外一个人？不可能吧？另外一个隧道，好，我来这边有另外一个隧道，可能是他们之前走过的地方。嗯，也许很凶哦，很凶哦。很凶啊！还是先跟他们那个啊，先同盟。他们是不是退了？他们撤退了吧？对，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对，什么都没有了。树也。我先看一下后面有没有被绕背，没有。任何 ID。不是啊，那样而且那样子的话，我们刚这样经过的话，应该也会听到一些诡异的声音啊。哦，他们应该是往上。他们要应该去别的地方了。看一下树上有没有躲人。不太可能吧？没有，凭什么他们可以啊？他们挖的比我们开大了。对呀、啊。好了，那就好吧。虚惊一场，可恶。哇，应该往上跑了吧？
没有一个往上的路，看不到，没有了，好不、哦？那就先把他们的树砍掉、啊。接下来干嘛嘞？四处找金矿啊！好，继续找金矿。石这边石啊，对，按中，我吓我一跳。哦哦哦，什么？没有，吓死我！这种直挺挺的路，这里哪里呢？这里不是我们来的地方哦，我是好奇。对啊，我们还要去哪里吗？他好像挖到一半就没挖了。找金矿吗？找金矿大概是在24层的附近。找洞，找金矿。哎，金矿，我这边还有7个，你们还有吗？就没有两个。哇，两个。哎，那可以再做一颗。可以。再用他们的熔炉，可恶。再用他们的熔炉吗？哦，我这边有。没有啊，我们就在那边待着就好，因为这样的话，我们还会把他逼过去，你知道吗？我们还会把他逼过去，就很麻烦。其实我在想说，直接跟他们直接大同盟，直接同盟，然后直接打巧克力来着。哇！等一下，巧克力哇！橘队现在血也是回满。好了，刷完了。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要跑哪里去？往上找，还是往旁边挖？乌龟，给你挖吧，我有啦。哎、欸，苹果不是在你们身上吗？我身上有苹果。那谁身上还有铁的金锭？我是没金锭啊，自己还有，上面还有。哦，还有 ，OK， 要我做吗？做吧。好，那鬼你现在只够做2颗哈，总共2颗。我想说，直接从这地方往上挖算。也可以啊。这边就只能挖了吧？对，附近挖，找看有没有洞了。嗯。如果有洞，早就被发现来着。很可惜，没有发现蜘蛛啊！哈哈哈！我还以为同学是要写求包养这样子。好了，我们下去了。哦，在挖了，来。我听到岩浆声呢，又是铁，巧克力血又没有满了耶，它又掉下来了、哦。嗯，它原本是还剩下，大概还缺一颗星，它现在，哎呦，上面有岩浆湖。哦，绕过它，绕过它嘛，那就是直接从旁边直接往上。绕过它，然后还是直接换地方往上，因为也不知道这岩浆湖多大。不对啊，我不知道。对。其实我听的声音其实还蛮大声的，天哪！而且重点是这边没有听到怪物声，其实也没有办法很踏实。对啊，只有岩浆声，只有岩浆陪你。又超过了，感觉那边的岩浆不知道有什么鬼。啊，有铁矿。我们现在基本上是随便乱挖。超级随便乱挖，找个黄金，找个洞啦。是想找洞啊，问题是找不到啊。哎、欸，有蝙蝠飞翔声。有，那可能顶多是小空洞。我们现在高度是多少？34。好啦，我也从别地方挖挖看，各找各的，几率比较高。听到岩浆声了，可是不确定是不是在这里。有岩浆，我这里没有任何的方块。没有任何方块是怎样？嘿，OK。就你刚才挖出岩浆的地方啦、啊。哦。我倒是一直发现铁啊。铁这么多是要干嘛？太多啦。多做点火把、真的什么都没有哎、欸，又是铁。对啊，什么都没有哎、欸。怎么会那么多铁？哎、欸，等等，我落单是不是？你们在哪里？我也落单了。对，在挖矿而已。就混乱中。哎、欸，话说80分钟是不是就开始说了？对。
好像是哦。那是十二分钟哎。那我们要往中心移动吗？我们已经很中心了，你知道吗？我们在那个，我们现在只是要找，我们现在要确定的是那个我们那个怎么讲？我们现在已经在520几跟600附近，还好，还差100格哎。对啊，你们斜的斜的100格哎，那就斜的过去吧。好，我们先往中心移动好了。中心哦，我这边挖的是，哎、欸、不对，这边是往远。对啊，这个地方往这边的话，这边是会加，我们要回头一点，然后稍微回头路，那应该就是巧克白的方向。嗨，随便弄我。我们要去中心的上面吗？我觉得，哎，挖到一个洞窟了，好冲！哦，有洞窟吗？举盾。哦吼，是峡谷，是峡谷。峡谷，峡谷哦，这麻烦，这有点太大啊！小心哦，小心哦！好，我先把这挖大，大家都可以进来。旁边先挖大一点。对，不好意思，打扰了。目前没有。紧张。嗨。怎么了？崩破。没有，我说不好意思，打扰了。哎。而且那边还，而且那边超黑黑到我根本就看不出来那边是什么。天哪、啊，好高哦！我先把这个岩浆想办法，等我一下下。哎呀，小心、哦、小心碰撞，好危险！看看这附近有没有金矿。这边的话主要是以金矿为主。OK。刚也没看到怪。而且我们其实在比较高的地方，我们可以先把高处先。好，那我先没有也不好不好，也不一定呢，因为哦下面有苦力怕，我注意。哦，好，那我先下去看哦。我已经听到僵尸声，好。好。哦，水声笑。是我放的水，是我。不是想说怎么有那个很像那种怪物落水声的感觉。啾不啾？哎。侧面没看到什么东西。哦，你后面有僵尸哦，后面有僵尸跟来喽。好，谢谢你。好多哦，还有苦力派蜘蛛，终于发现蜘蛛了。蜘蛛，好感人、啊。我有看到蜘蛛，好感人、啊。超多苦力派、哦，超多苦力派，球爆炸。他掉下去。哇，好多只，哎，太多只了，太多只了。回来。哦，不，我等下再下去。那个水很好，啊、适时的救援，对，救援。需要带水吗？不用。啊，到同个地方，到刚刚那边，再倒一次。水不能不见。小跳哦。OK， 打到线了。几个？攒、哦、了。一个的样子。还要。我跟你讲，这个苦力怕，苦力怕。要再探探了。还需要两根，还需要一根，或者是两根。嗯。要爆个。好。哎、欸，又不爆了。他闪好久，他不爆哎、欸。哦哟。OK， 没问题。假爆炸，我要下去。爆炸的。我、哦、有，哎呦，好多只哦。好，有一只枯弓哦。哪里？好。哎、oh, no, 欸，举盾，太慢了。小心。没关系，你只扣半格。上面还有一只，有两只。哦，还有一只。射他，打架，有了。哦，打架。来，瞎砍。赞哦。谁会赢？哎呀。OK。哇，骨头好多。OK， 好像没什么东西，没有东西，一眼望尽都是铁。嗯，骨头没有捡到。看一下骨头在我身上，我有三个，然后刚才是一个线。嗯，你可以在附近挖看，往旁边拓一下，看一下是不是有其他东西。好。嗯，你们从哪边下去的？倒水下去啊。对，倒水。那我们现在好像也没路了。哎、欸，那我们不就把峡谷给烫完了吗？但是峡谷好小哦，没有任何分支哎。太大的话，太大也不好啊，太大很容易就崩。那还是我们要准备往上，往中心的呢？往中心移动，好。老实说，我们已经蛮接近中心了，你知道吗？很接近中心了，对啊。嗯，对啊。S 坐标，我们只要往这边，我们只要往这边就好了。90，我们要往上吗？我们要在地表还是在地底？
大战在这边，大战在这边，可是就变成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要往上面还是我们要这边这边附近要干嘛？好，我往下看一眼就好，拜托，我竟然还没挖到钻石，我们都挖到了，只求看一眼。那我要跑，我要挖到地表吗？还是说只是？可以啊，一个先挖好路。哎，对了，我们黄金还不够啊。先看一下啊，是黄金，黄金，对耶，通破还没有黄金的，还没有金苹果。还好，再继续挖挖找找，挖挖找找，看看附近有没有。不然，挖到地表看一下有没有人呢？没有人，我们就上去。那哦，这样子，那就看，反而是靠空中有人。有人的话，还是下去吧。不然要硬上去会比较危险，真的。除非他只有一个人啊，一个人的话也许还行。方向感不好。哎呀，又一个洞窟，好像探过的啊！是我挖到别人家里了。别人家，刚刚那个家，对，刚刚鸟他们家，绕一圈了。居然，嗯，哦，再看一眼，再看一眼，再看。我们现在没有其他洞对吧？没有的话，应该可以这样随便挖挖吧。那就随便挖就挖，好，挖吧。我是快到上面了吗？因为我刚突然听到怪物声，什么声？我听到，我听到是往上，上面的声音吗？我听到的是 Enderman 的声音跟女巫的声音啊。那可是洞穴吧？对，也不一定如果是地表的话，平面也可能。可是地表的话，因为在下雨，所以不太可能是活体的安德。哦，也是，或是他躲在树下之类的。我刚才找到钻石了吗？没有，我还没找到。全队就只剩我还没有贡献。没关系啦。哎、欸，我听到瓶子的破裂声呢、欸。啊？这是女巫的意思还是？应该是女巫吧。欸、哦，有 ID， 有 ID， 真的吗？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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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观众说的。哪里？哦哦哦。没有吧？下下。边差不多的。没有看到啊。对，我这边也没看到，还是把，哎呀，啊，钻石还有五颗哎，怎么办？太多了吧？去了，太多了吧？之前的啊，之前的还留着，怎么还留这么多？有人要钻斧吗？没有钻斧的话，钻斧不会用就。顶多做铁斧就好了啦，因为你铁斧是拿斧头拿来破盾啊。嗯，简单讲，你斧头只是拿来破盾用的，丢点垃圾。哎、欸，找不到东西可以逛哎、欸。四处挖。哦，在旁边再放个熔炉。我挖到钻石了！天哪，好感动！哦，终于！哎、欸，我看到人，我看到人了，不知道是谁。我刚一瞬间看到是比较偏紫色，我不知道是谁。啊、哦，紫色是米菲了，我要哭了。感觉是偏紫色，我们无法确定。哦，谢谢。哇哦，成就！耶耶耶耶！你挖了几颗啊？安心，我看一下哦，六颗。哦，可以，不错吧？你有几颗？我现在有六颗。哦。对。这样要做什么的？我这边加五颗，总共十一颗。嗯。要做什么？嗯，如果真的没有什么东西要做的话，我是蛮想做钻斧的耶。钻斧就破盾的话，盾就没用了。嗯。对呀、啊、，TNT 我们根本就没有留下任何，我们根本没有留下任何可以做 TNT 的道具啊！我们沙子都，我们那个可以爆炸了。
我们让它自然爆炸。嗯，我刚在这边有看到，不知道是好感，我刚好看一个人的 ID。好哦，请问你们有食物吗？哦，等一下，我先给你求食物啊，谢谢。我还有五块鸡肉。被吸回去了，因为我身上很满，抱歉。被吸回去，好吧。对对对，没关系，我挖一个洞，我丢个垃圾。老师说他八十分钟他就会被清掉了。哦，对吼，嗯，等八十分钟上去了。你这种怀疑是神。外面是雨的声音。79了耶！哇，哎，那我们地表的路挖好了吗？我们要不要等一下不要？上面就地表，上面就地表了。可是你要看是肃清还是什么？你要看是、哦、说的也是哈。你要看是有被肃清，还是说是只是不再生怪这样子？嗯。先怕的是这两种。嗯。好、哦，被清除了。启动奇怪物储物，那可以上去。这样子的话，我想要先做个。这边继续往上吗？我先做个打火机好了，免得我想用。直接往上吗？那我看。这边是有挖一条。那边原本是，我那边是不确定。哦，刚本来是想说，哦，现在这边先往上看一下。那边往上应该就是陆地了，小心点。哦，是水，哇哦，吓死我了。先堵起来。先上去偷看一眼，是挖到表面了吗？对，挖到泥土了，水面。嗯，我这边也是泥土。哎、欸，你那边是吗？他那边刚那边也是，那边是水。对。哦，上面有人在那个小平台上面。高。哇哦。对，我们要上来吗？有人了。哎呦！射弓箭哦。对他想射我。对。哎、欸。哦，他在平台上、啊、有人要射你是不是？我来了。哎、欸，你们上去了。哦，你偷看那个人不知道是谁，我看不出来啊，我就看到一个白白的，而且那样其实很不稳，那其实很不稳。你在楼下还是、在地底还是在地表？楼下。你在楼下，你现在楼下。我下去。你是沿着水游上去的？对。哎咻哎咻！有人要射你，谁？我来了。可是我们现在下打高不太好打。对，那个人不知道是谁，好，我来了。从旁边上去吧。那个人是黄，哎，橘的吗？那巧克力他们了吗？哦，橘的，哦，就巧克力他们了，很凶，他们很凶哎、欸。来，我们不做点铁门呢？铁门哦，永咒。做点铁门，因为木门他会被他们打开，如果是用铁门的话，就不容易被打开了。嗯，可以啊。而且他们一开始会放那个水的话，那试着看看要不要做个半砖，然后直接把他们的那个地方给堵掉。因为半砖的话，应该很快就可以把他们的一些东西给直接堵掉了。半砖对那跟全砖的差异是？你。因为我们方块蛮多的、欸，对啊，对啊，也是啊，因为哎、欸啊，我们到时候那个小空间是以什么样的形？是只有两格高吗？快，三，给你，干嘛？什么？钻石？哎呀，是吗？没有啦，就给你，你一定要活下去。三个，这是三个的呢，这个是三颗，还可以干嘛？干嘛？我们有谁会用斧头的吗？已经有，我有个钻斧。你用钻斧哦？对。好吧，那剑石骨头，那我也试着用钻斧好了。好，谢谢。用吧，我铁门做好了。哇，好啊，那我也做铁门好了。身上超级多铁。嗯。那到时候的话，巧克力那个巧克力，我们会先把你给先，我们会先把自己先封起来，因为很怕我们会在中间。嗯。我们就先在自己四周先铺铁门，把自己先封起来。嗯。避免自己先被攻击，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先用弓箭去射别人看一下。好，没问题。我们先这样做。历史27个，好，我来挖，看可不可以挖到更多的力。我这边有一个碎石了。好，
我这边有46个历史课，我这边也有半集。我来，我先给你一部，我先给，没有啊，那个就只是随便挖的，你知道？对。还有羽毛也给你，我身上还有一根剑士都给你。像我们要往上还是往下？我们等一下，是不是有人在附近？有人在附近下？对，在附近，有 ID 他又上去了，他又下来了。这个上去下来是怎么回事？水流吗 ？ID 晃来晃去的，还记得他应该跟中间的在对战。啊，他想要攻击我们。他想攻击我们，小心。那我们这边是有点危险，我们要待在这里吗？哦，看来他是想要用岩浆淹死我们，可是我们有后路啦。我们要试着打看看吗？挖大一点好了。我们从旁边，我们要有旁边的路，太黑了。挖大一点。我们这要从另外的地方绕上去，比较。对对对，我们那边有确定有其中一条路可以上去。铁矿天呐、啊！ID 还在吗？ID 在回血。哦，在回血，看一下谁。对。不是其他人没有在扣血，应该是就支持。阿季哦。我们先准备好另外一条逃生路。他，嗯，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看到 ID 还在我们楼上哦。对啊，所以我们先。近吗？对，正上方，很近，两三个，四五个吧。你有看到吗？他在晃来晃去的。四五个哦，哇。嗯，应该很近。红炮那边都是水，不太好挖，你要不要？不是，因为他们这样就不晓得，而且。这样子的话，我们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跑，有另外一个地方跑是好的。他们谁会知道我们会从水面冒出来？你们可以先另外挖别的路上去啊，先我们可以先挖好几条路啊，又不是局限一条。好啊，那你知道我们多会挖，又是铁矿哦，天哪！往上挖，因为往上挖应该就我们需要知道多一点那个资讯。看到泥土了。其实我们这边的方位是绝对可以，因为这边已经都是16了，这边已经是16这附近。只是我们在地表的夹心这里是蛮危险的，下面上来，然后上面下来，尴尬的位置。先看一下情况。我没有看到 ID 耶。对啊，这是比较令人担心。我觉得他在蹲，应该有蹲。而且是蛮自由自在跑来跑去，所以上面是不是只有会不会只有一队啊？哦，就是支持一下吗？对，嗯。啊，我上去看一眼。哦，有水，这边是水啊！我是我，对。水好多。如果都是水的话，那我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哦，难怪会是水。哇，听到声音了！听到声音了。什么声音啊？是我们的吗？我们挖泥土的声音啊！我挖泥土，挖泥土，是你。嗯。到时候准备好铲子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方便很快速的直接挖上去。哎，地表没有人哎，我这边没有看到任何人。嗯，中心走掉了吗？中心在哦，中心有人，他们应该是在钓鱼哦。哦。那么悠闲，我稍微上去看一下。巧克力白是游上去的吗？我游上，好。哦，他看到我，他有看到我，我听到。好，哦，哎呦，居然我被射到了！小心！等等，哎，为什么？快，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快回来！哎，小心，快回来！你在哪里？等一下，快下来！水，沿着水下来。不是 ，no！ 哎。快下来！哎、欸，哇，我是溺死的。他上面是谁？没有，我底下路被关起来了。没有啊？不，没有。
那那不然是我走到另外一个路，另外一个路线啊，我要上去了。啊，goodbye。你们在附近找我的东西，里面有那个弓箭苹果，对对对，拜托，一定要让。鬼鬼活下去，那就直接从这边直接挖过去，然后把东西直接挖下来就好了。没有，我身上刚好尸体下来，可以把水堵掉。对啊，你看，这样子是不是最快？哎、欸，有人有 ID， 巧克力有 ID。好，我先上去喽。你的装，好。啊，弓箭怎么办？捡尸。你没有捡到吗？你的装啊，没有，还是被他们捡光了？也许被捡掉了，因为我现在挖不到。我只看到铁头盔。哎呀，我看到巧克力 ID 啊！小心哦！好，水是巨盾。哎 ，ID， 巧克力，在我们楼上。那个金苹果是没有掉下来，不知道那一坨应该没有吧？我能看得出来，我也很不像是人啊。OK， 没有，没有吗？嗯，只有一个铁头盔，这样不妙哎、欸。我们要不要往下？又往下了吗？好吧，因为在这个夹心蛮危险的，我们现在少一个人，只好等待最后了。而且我们要看这边能不能做陷阱。14个人，然后都29。峡谷区吗？嗯，看一下，因为目前峡谷对我们讲很安全。对啊。哦，下面好多 ID 哦，你有看到吗？我下面风破，下面这里阶梯，往下阶梯右边。哇，好多哦，天哪！啊，这边也会遇到人。打鼓的话，我们还是要往中心一点，现在有点旁边。嗯。489。啊，我们可能大概只能在20-30层的高度吧。哇，现在这样子没有那个弓箭就很难打。对啊，弓箭对耶。这下面的是怎样？这下面是哪一团？3个人的，会不会是又是摇他们？哦，摇他们吗？不知道是不是。Who shot 是什么意思？谁射箭吗？我们没有在射箭的。啊，下面。你有考虑要用岩浆吗？嗯，要试试看了吗？就试试看吧，而且身上太多东西了。我想先清理一下垃圾，把垃圾清掉。对啊。那我试着往下挖咯，小心点啊！那个，而且我要先准备好一些东西。好，还有沙子，高度有点，还有离一点点的高度。嗯，先这样子。哦，先准备好一把铲子。做一把稿子。继续。他们在正下方。正下方。我清一下东西。哎，甲就不用了。现在最强的巧克力那一队了、哦，巧克力那一队，然后另外三个人就是摇那一队了。
这个是草哥那队，他谁？草哥那队只剩一颗半，米菲剩半颗，哇塞，不太妙。好，我们要号召同盟先打巧克力了。来，那个先打字，准备写那个组队打巧克力哦。就这样打吗？因为我打应该没什么效果，可能你打会比较有效。你打的号召应该比较有用。想要打什么呢？你写做那个什么 left hand side assemble， 这样子打，他们会看得懂吗？他们会懂吗？我直接打中文了。哇，真是好快，好快 ，OK， 好快 ，OK， 而且还有一个回答是挂掉的，哇哇，各种 OK， 你看，哇哇哇，剧本，什么剧本？OK， 你看，楼上100，我们100分钟开始说，对不对？我们这边是安全的吗？被安全啊！8458，我们再往前就安全的。我们再往前就是安全。再往前一点好了，再往前一点，400多。他只说五分钟，对不对？105就开始打了。嘿，应该是。好快哦！每个都说 OK， 这样还蛮好笑的。OK OK， 然后就OK。这样子我也这样子。巧克力那队没有说话，可能是预料到了吧。我每次蛮衰的，每次都遇到我几乎每次都会遇到巧克力。知道。对。有铁。这一次。难说。好，铁又一堆，又一堆铁。又一堆铁，给个金吧。都在这里了。下面好像离我们更下面了，他们好像往下挖了，怕吧？基本上还是会怕是正常的。他们好像其实团在一起的样子吧？哦，曹哥跟团，我其实很怕最后面，在最后面的，怎么要播音乐？哦，他们在下面播音乐，还好我把音乐关掉了。我把音乐关掉，说我什么都听不到。居然，所以他们有唱片哦，还花了那个有地牢啊？不是，他们可以打苦，可以让苦力怕那个啊。你这样也很麻烦啊。我坐在我哦哦人物，特例，我要把音乐关。对，我刚我在一开始就要关掉那个。中间了，好的，然后这边基本上应该没有太需要担心了。好多铁哦，一个苹果收四红旗，黄金那么多，那附近先挖一挖，也想要黄金啊。我们都缺黄金，我上次两个苹果都还没有黄金。那你可以卖它，卖了没有用啊？哦，看到边界了，哇！边界开始了，还好啦，我们这边够了，这边可以了。98分钟。下面爆炸，上面。被巧克力他们害到吗？被炸掉这样子？哦 ，TNT 吗？有可能，巧克力他们会做，他们会做这个。这么狠，
那个魔王革命军又少一个人了，又少了一个烈士。可是米菲真的只剩半格系，对啊，基本上他也没办法撑到最后面啊。金矿，站哦站哦站哦！可是不一定啊。三四五六七哦，八个，前面有爽啊！有快快快快烧快烧快烧！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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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碎啦！我终于有一颗金苹果。对啦。那么多狗，谁啊？谁用狗的？还有狗。哎呀，这个铁不要烧了啦，你分一半来烧黄金。因为我需要做铁门啊。你铁还不够吗？我刚刚铁门被你们拿走了、啊，我没有，我完全没有做。我这边自己做了12个。因为后续的我完全没有拿到。有，我自己做了12个。哦，来。哎，来了，差不多中间好，这边就等传送了。我没有祭奠石，分一半给你，以免刚好捡到弓箭的话还可以用。哦，也是啊。好，那等一下就是先铁门，铁镐快坏了，我先再做一个。哎、欸，他是不是离太近了？哦，还好，吓我一跳。蛙的声音。哦，在下面，在下面。我听到狗的声音。楼下吧。那是你在挖吗？不是，下面吧。哎、欸。有人受伤？咬他们在，哦、咬他们在啊！内讧了。哎、欸，哇哦！看得出来背叛了。下面是咬，看得出来是应该是背叛了。可恶，这是我们 TNT 就可以好好的喝。那我们要怎么办？倒岩浆了吗？看一下，做个铁镐。像他们这样，下面他们只有三个人啊，所以其他人在上面吗？花了快十滴血养的吗？哎呦，哎，哎，秋风跟巧克力好像打起来了哦。啊，是哦。哦，橘队，橘队，扣血了，扣血了，应该是弓箭。哦哦，啊啊啊啊！团团，我、哦、哎，团团也受伤。哎呦哎呦哎呦！哦哦哦，等一下，等一下，哦哎呦哎呦，哦呦哦哦哦，巧克力，哇哇哇，射杀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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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混乱，橘队居然突然灭掉了啊！大逆转，好，橘队被等一下，我等一下，团，计划有变，我们直接冲下，我们下面对不对？对，我们打下面，我们岩浆，岩浆我有一个，我有两桶。又铁矿，够了，不要再铁矿了，受不 了，阶梯撞阶梯下去。阶梯下去，早知道我就做钻石镐。好近好近，哎、欸，通了。哈？打通了。通了吗？嗯。旁边小心，因为他们说不定有弓箭。对。哇，大一点！啊，没有要动。哇，他想要拖上来哦，吼吼吼！好，我们他一挖开就到他岩浆。等一下哦，我到个岩浆吓吓他好了。行，他们还有。哎、欸，侧边小心哦，侧边通了。我知道了。我通哦。哈哈哈！没有，他们怕，他们超怕的。哇，没有通，没有通。这样就换水吧。他们想要干嘛？侧边，我知道，侧边还有。哎、欸，这他们到的吗？我的，到的。好。
正下方，正下方，来了来了。等等啊，等等啊，捅了，要捅，要捅，要捅啊！他有剑哦，他带弓箭哦。等下我知道，我知道。我挖开，你准备。好。捅了，你到的吗？对对对。他堵住了。等下等下、哦。他下去了。啊，没弓箭这很亏。哎呀，这边有一个绕单的哦，小心哦，小心。往前倒岩浆了。哎、欸欸，那是他的岩浆吗？还是你的岩浆？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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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啊，小心上面，上面完全没有人要上下来的地那个阶段啊，完全真的是看不到。他跑了，他跑了，通了，通了，通了。小心哦，因为时间到的话，你就要先把岩浆先收回来。对，反正会倒数，会倒数。哇，等到最后的时候你再吃，等到最后的时候再吃金苹果。好，然后先放铁门，总之先放铁门。现在还有机会可以弄他们一下。也是啦。唉，好吧，看来不及。哦，他们烧到。烧到吗？算了。哇！好，那我要吃金苹果喽。对对对。铁门，铁门，准备好。铁门，你把我挡住了！推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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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浆，我烧到阿比了。我也是。OK， 好，转转转转转。接下来先缓一下，缓一下，先看一下。哦，小心剑。好。哈记，等下红队还有一个。岩浆，岩浆，烧到！我们先等红红队去打他，小心岩浆哦，这边弄掉。我直接倒岩浆了，哈气，哈气，哈气死了，团团。我来了，我来了，等我。Yes！ 哇！哇！恭喜你，恭喜你！呜呼！哇，上去，上去，上去！呜呼！哇！恭喜，恭喜，恭喜！天哪、啊，天哪、啊，好，上上！哟！呜呼！天哪、啊！恭喜！太神了！恭喜！恭喜！恭喜！哦！恭喜！你知道？你知道现在我们这边现在有，我们这一队是一段很好笑的地方是。哇哥！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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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可是我觉得你们先打败巧克力那队很强哎、欸，对，真的很强哎、欸，我们被卡在他们那边呢、欸。可是我有一个跑点黑掉，还被岩浆烧哎。可能真的烧超多次，烧超多次。我一直都没有觉得是管团烧我的，就是哦。他在你们背后啊，他都在你们背后。哎，有破洞啊！哦，谢谢你。要是我上次传的到，我就把短马砍死了。哇！剧本，剧本，这个剧本早就写好的、哦。我们这组人电脑坏掉了。哇！不是，小雨上吊，在传送前呢，三个都满血，然后在传送前，他就在传送前十秒，屏幕按掉，然后他就看不到死掉了，有点可惜。恭喜啊，好，恭喜人头，怎么回事？啊，对，这个样子会算人头吗？这样子的，有啊，有啊，有算的吗？最后的，看一下，没有，好，等一下哦。
你知道我们这边一个是很容易跟巧克力遇碰面，一个是很容易会很容易与冠军擦身而过的那个人。哎呀，我屏幕不黑掉，有没有机会？哇，钻石！哇，太多了吧！太多了！太夸张了！氪金王，氪金王！哇！我下一个还是氪金战士啊！超狂！哇，我也挖太多了吧！我挖不够啊！你少！你少了吧？你挖太多了，挖不到！别闹！太强了！哎，他今天洗出来，没有，后面那两个他就扣了，我要扣二，我要扣二，这是团团吧？这是团团吧？团团，哇！哎，团团真的哎！团团呐！哎，团团真的是反怒熊猫哎！天哪！你真的反怒哎！反怒！你自己去查游戏王那张卡，真的是反怒熊猫哎！我开战前。直接被闪死了呀！不是怒啦，是反怒啦！团团是谁下的棋呀？团团到底收了多少？剧本，你收了多少钱？不好说，不好说。那个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你收了多少？请吃饭，请吃饭喽！请吃鸡排喽！下次休息了，下次再来回。雷神啊！对哦，雷神。雷神，雷神谁？没有。可是有一个逆时哎，有一个逆时不是吗？不一样，不一样，逃逆时跳，是为了逃追杀啊，他是逃追杀，被追杀，那不算啊。对对对，我以为就一定是优比哎，真的太早死了。然后跪求，刚刚我们怎么输的？就输了就输了，还有什么怎么样？黑掉我的票吗？黑掉有没有机会赢？啊，黑掉有没有机会赢？荧幕黑掉，你要当李欣吗？我没有，我们这一组就是因为传送前一秒，然后知足的荧幕都黑掉，对，就知足都黑掉，然后就被烧死了。就是为了让鬼鬼的，对，好吧，好吧，谢谢，原来这些就是鬼鬼。你们不是在开始前就鬼鬼联合了这个。直接用那个外挂的人弄黑啊！有安全在吗？哎，不对，讲错了，你们不是在那个介绍前的时候就一直在说希望鬼鬼获得胜利吗？原来大家团结一心，原来是团结一心。果然是间谍，就跟你玩，就这样子哦，完全就是为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